好，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一样订阅免费，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，把小铃铛打开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对老师很赞赞，除了按赞，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把它分享出去是更多人受益，健脑比健身重要。如果有什么建议，滑到最下面留言，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，要经验朋友也记得要加老师呢，要记得要订阅哦，老师会邀你到群组，以你的问题拍成 YouTube 并附上你的名字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吧。好，那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那在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好，那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好 OK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差多少，是不是差27哈，这边有2放什么 ?7, 这边就放 2,OK,、OK? 那这边差一个的就把它放了哈，是差一个的吧，是不是差 7,OK,、OK? 好，那这个7杀过来这个就 7, 好，那这个7杀过来这个就 7,哦，那这个七杀过来，这个七杀过来，这就七。好，这边差一个就是七哈、哦，那七，好、哦、差一个就七，七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、哦、，OK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呢，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差多少，是不是？这边差多少？差62哈，在这边有6放什么？二也 bingo 了哈，那这边就放什么？6 OK, 那连锁完这个6过来，这就6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 ，OK,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这边差多少？是不是差31哈？来，这边有1放什么？3，这边就放1。OK, 那、啊、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就放一也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OK, 好，那这个三杀过来，这就3哈。那3也 bingo 了哈。那这整个差一个就是4 OK, 这整个也差一个就是4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健脑比健身重要。那我们今天所碰到的是麻辣，如果是你开始碰到的是图形的，看不懂，多看两三遍，一定看得懂。我们看速读的顺序是初级。中级、高级，再来图形的初级、图形的中级、图形的高级，再来麻辣。因为老师在解说图形跟麻辣的时候，用高级的扫面法的进阶版，所以你至少要把初级、中级、高级看完，或是你混合看都可以。谢谢大家。